各位好，今天我来给各位介绍一下局部路径规划的 DWA 算法。DWA 的全称是 Dynamic Window Approach 动态窗口法，它在导航功能的位置是这里。它接受全局路径规划器生成的路径以及里程计的信息，还有地图信息，输出的是底盘运动的速度信息。那么为什么在有全局路径规划以后还要进行局部路径规划呢？在导航的过程中是这样的，先由全局路径规划器规划出一条大致的路径，然后局部路径规划器就会把它分割成很多小段，再进行局部路径规划，相当于是把一个总的目标分成很多个小目标，然后依次达成。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全局路径规划的时候，对地图保存过的障碍物进行避障，而在局部路径规划的时候，会对新增的障碍物信息也进行避障。就是建图的时候没有，后面新出现的障碍物进行避障，并且它支持对动态的障碍物进行避障，这个是全局路径做不到的。全局路径规划和局部路径规划相互配合，一起完成导航的功能。那这里我们做了一个 DWA 的演示案例，下面就打开 MATLAB， 通过这个案例直观的看一下 DWA 算法的实现以及避障的过程。好，我们打开 MATLAB 运行脚本。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圆圈相当于我们的小车，红色这个点是目标点，然后这些是障碍物，那么小车正在使用 DWA 算法进行导航。那么在导航的过程中呢，就会相应的进行避障。好，小车已经正确的导航到目标点了。那下面我们就回到 PPT， 讲解一下 DWA 算法的实现过程。首先，我们要讲两个采样的概念，分别是 state sampling 和 action sampling。那么，先来看一下 state sampling 状态采样。在全局路径规划中，无论是迪杰斯特拉算法还是 Async 算法，都是属于状态采样。这种采样方法都是先假设小车在什么什么位置，然后再根据这个位置的一系列状态信息，包括与起点的距离、与终点的距离以及周围障碍物的情况等等，来判断这个位置是否可取。那么 action sampling 是假设小车的限速度、角速度是多少，对小车的动作进行采样。DWA 算法就是一种典型的动作采样算法。那在这种方法中，我们采样了速度以后，是怎么知道小车的下一步状态呢？简单来说，就是假设了一个小车速度以后，小车将会走到哪儿。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建立一个小车的运动模型。小车的运动模型分为很多种，我们现在先介绍最简单的一种。小车不是全向移动的，只能前进或者旋转，就是只有 X 轴的限速度和 Z 轴的角速度，例如差速车。那么在小车相邻的时刻内，因为时间很短，是毫秒级别的，运动距离也很短，我们就可以把小车的运动轨迹看成直线。那么基于这个假设，小车走过的距离 delta S 就等于 v 乘以 delta t，v 是小车的限速度，delta t 是相邻时刻的时间间隔。那么在图上看的话，delta S 就是这一段。那我们再把 delta S 变换到小车的 x y 坐标下，就是以下这两个公式：delta x 等于 v 乘以 delta t 再乘以 cosine theta。这个 theta 就是小车的朝向和水平轴的夹角。那么 delta x 就是这一段。delta y 的话就是红色这一段，它的值等于 v 乘以 delta t 再乘以 sin theta。那小车走了这一段距离以后，它的具体坐标就是原本的 x 加上 delta x，原本的 y 加上 delta y，最后别忘了还有个角速度，导致这个 theta 夹角也会改变。下个状态的 theta 就等于原本的 theta 加上 delta theta。那么这样就可以根据小车的运动模型，用速度信息推算出来小车的下一个状态的位置信息。下面我们再介绍另一种模型，它是全向移动的。对比模型一，它多了 y 方向的限速度，就是除了前进和旋转以外，它还可以平移，例如麦轮车。那在小车相邻的时刻内，运动轨迹一样看成是直线。那么小车 x 轴的限速度产生的位移和模型一是一模一样的，而 y 轴限速度产生的位移变换到 x y 坐标下就是这个公式，delta x 等于负 v y
乘以 delta t 再乘以 sin 西塔 delta y 等于 vy 乘以 delta t 再乘以 cos 西塔。这两个公式用简单的三角关系分析一下就很容易推算出来，这里就不展开。那小车下个状态的位置就是原本的 x 加上两个 delta x， 原本的 y 加上两个 delta y， 还有西塔也是原本的西塔加上 delta 西塔。那模型2比模型1只是多了一个 y 轴的线速度，支持平移。另外还有其他的模型，比如说把运动轨迹看成弧线等等的很多方法，但是在算法中常见的还是模型1和模型2。有了运动模型以后，就可以根据速度推算出小车的位置，再进一步可以推算出小车的轨迹。因此只需要采样很多的速度推算轨迹，然后再评价这些轨迹好不好，再选择其中的最优解。那么速度是如何采样的？速度范围是多少？有什么限制呢？我们一般从下面的三个方面来考虑。首先第一点是小车的速度是有最大最小值的，小车速度不能无限大，另外最小值一般取零，就是不支持倒车这种动作。第二点是电机的力矩是有限的，电机性能的影响，小车的加速度也不能无限大。比如小车现在的速度是一米每秒，下一秒的速度马上变成100米每秒，这样显然是做不到的，不可能短时间内加速这么多。反过来减速也是一样的，所以加速度是限制了采样速度范围的一个因素。第三点是需要考虑预留刹车距离。那举个例子，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与前车保持车距，不能跟车太紧，因为刹车不是马上就能停下来的，所以要预留足够的刹车距离应对紧急情况。那么在小车上面也是一样的，假如小车在这里，它具有一定的速度，目前离障碍物已经比较近了，那它的采样速度就不能太大，否则没有足够的减速距离，小车就有可能撞到障碍物。那么在确定速度范围以后，应该如何采样呢？这里假设 X 轴的线速度范围是5到20，角速度范围是 0.1 到1，没有 Y 轴的线速度。那么我们采样的时候取 5.1,5.01,5.001 这样的无数组吗？显然不是的，因为类似 5.001,5.002 这种在小车上可能根本都体现不出来差别，小车的电机对速度的分辨率也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速度分辨率将速度采样的范围离散化。假设线速度的分辨率是 0.1， 角速度的分辨率是 0.05， 就可以采样有限组的速度，利用速度和小车的运动模型模拟推算出一段时间内的路径。就像右边这个图，前面这些线都是不同的速度模拟出来的路径。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一组速度，有点的这个是加速度，这个是减速状态下的最大加速度值，因为它前面有个负号嘛。那这里取的就是线速度的最小值，角速度这边也一样，带点的这个是角加速度，这里取的就是最大的角速度。由于线速度在可取的范围内取了最小，角速度取了最大，那么这个路径就是线段是最短的，拐弯是最弯曲的。另外几个标出来的都是一样的道理，这个取的是最大的线速度和最大的角速度。由于线速度是最大的，所以相同的时间内路径也是最长的。另外我们看这些模拟出来的路径都是弧形的，我们之前讲的模型1和模型2都是说把轨迹看成直线，那这里是不是换了模型呢？其实不是的，这里用的还是模型1。模型一中我们说把相邻时刻的点之间的路径看成是直线，注意是相邻的时刻，这两个相邻时刻的时间差是很小的，毫秒级别。那我们假设每一毫秒作为一个时刻，右下图上面的每一个红点代表一个时刻，我们模拟路径的时候不只是模拟一个时刻的，如果模拟一秒钟，那就有1000个时刻，1000个红点，每个红点之间的路径都是直线模拟，1000条很小的直线组合起来就非常近似圆滑的曲线了。那这个图其实每个点之间都是用直线连起来的，整体看起来也很圆滑，基本看不出来是折线。那么上面图上这些路径都是一样的，其实都是用很多直线段连起来的。在利用采样速度模拟了很多路径以后，我们到底选择哪一个速度，这就需要用评价函数来评估轨迹的好坏。在原始论文中提供了这个评价函数，一共有三个方面需要考虑，首先是 heading 方位角评价函数，这个针对的是小车航向与目标之间的角度差，原文是使用180减西塔来评价，这个西塔值就是角度差，西塔越小得分就越高。第二个方面是 distance， 小车与最近障碍物之间的距离，距离越远得分就越高。第三个方面是 velocity， 轨迹对应的线速度越大得分就越高。那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的物理意义就是，
让小车避开障碍物，朝着目标以较快的速度行驶。把这三个方面的得分算出来以后，不是直接加在一起的，需要归一化。归一化的做法就是每一项除以每一项的总和，就是把它们各自在自己类别上面的得分占比算出来，然后再相加，这样就能避免不同类别得分基数相差太大影响的结果。比如说方位角评价函数，得分都在0到180之间，但是障碍物的距离得分可能都在5以内，这样就容易掩盖掉了障碍物距离的影响，所以必须要做归一化处理。在归一化以后，我们还可以对每一个部分赋权重，不同的权重值会影响小车选取的路径。小车的运动模型、速度采样以及评价函数三个部分讲完以后，我们对算法的流程做一个总结。那首先在初始化阶段要配置好最大最小的速度和加速度以及评价函数的权重等等，然后再进入循环。在循环中，首先要判断现在处的位置是不是目标点，如果不是，就根据现在的速度计算采样的速度范围，然后再便利所有的速度，这里包括限速度和角速度，根据运动模型模拟一段时间的路径，然后再根据评价函数对每一条路径进行打分，其中还包括归一化和赋权重等等处理。那根据最后的得分选取最优解，这个最优解是一组速度直接下发给运动底盘，小车就继续移动。这里小车并不会按选取的模拟路径全部走完，而是马上就进入下一个循环，继续根据当前的速度计算新的速度范围，再继续刷新模拟路径。采样的速度范围会随着小车的移动不断变化，所以这个方法就叫动态窗口法。那么了解完 DWA 原理以后，我们再回到 MATLAB 重新看一下演示案例。我们打开 MATLAB 运行脚本，先暂停程序说明一下，这个圆圈代表小车，这个红点是代表目标点，这些都是障碍物。小车前面绿色这个部分是模拟的路径，我们把窗口最大化看一下，它是这样运行的，首先根据小车当前的速度计算出当前可采样的速度范围，然后对采样的每一组速度都依据运动模型模拟一段时间内的路径。简单来说，就是假设小车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某一种速度，小车会怎么走，这个某种速度就是每一组采样的速度包括限速度和角速度，那小车会怎么走，对应的就是一条路径。我们用绿色线把模拟的路径画出来，那把所有的采样速度模拟出来的路径都画出来，就是密密麻麻的绿色这一部分。接着根据评价函数对每一条路径都打分，然后选取得分最高的一条路径，那么这条路径就对应了一组采样速度，我们就把这一组速度作为小车下一时刻的速度，那小车就会以新的速度继续行驶，这个时候算法就会马上进入下一个循环，以新的速度再计算新的采样速度范围，然后再次模拟路径，再次根据得分选取路径和速度，把再次选取到的速度用于下一个时刻，那么就以这种流程不断循环下去。所以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小车前面这些绿色的模拟路径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因为它在不断的进行采样、模拟、评价、再采样，一直刷新模拟的路径，那小车就会不断的调整自身的速度和方向，往目标点行驶，从而实现导航的功能。那局部路径规划和全局路径规划的配合过程，就是全局路径规划一条大致的路径，然后局部路径规划会把全局路径分割成很多段，大目标分成很多小目标，然后用 DWA 算法依次导航到每一个小的目标。那图上这里的起点和目标点就可以看成是全局路径中的一小段。那么我们继续让程序跑起来，看一下动态过程。OK， 它现在已经导航到目标点了。
我们来看一下源码。这个是评价函数的一些参数，前面三个是权重，分别是航向得分的权重、距离得分的权重以及速度得分的权重。我们修改一下这个航向得分的权重，把它改成 0.06。另外把暂停功能注释掉。再启动看一下效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航向得分的权重调高了以后，整体的路径就有了变化。之前在这里是从上面绕过障碍物，那现在是从两个障碍物之间穿过，所以航向的权重是非常影响路径的选取。我们再回到参数那里。这里第四个参数是向前模拟路径的时间，目前设置的是3，相当于是3秒。另外我们设置的时间间隔 DT 在这里是 0.1 秒，那就是说我们模拟路径的时候一共模拟了30个 DT， 小车前面每一条绿色的模拟轨迹都是由30条小直线段组成的。那现在我们把这个3改大一些，改成10，点击启动看一下效果。好，现在进入暂停，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模拟路径明显是长了很多，而且整体的效果也不是很好。避障的时候速度比之前慢了，路径也选的不是很好，它意图是绕个大弯来避障，所以这个模拟时间也不是越长越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另外 DWA 对动态的障碍物也有避障的效果，我们先把窗口关掉，修改一下源码。首先把障碍物改成随机产生。然后在下面加上一个运动。在这里去掉这个注释。并且把刚刚的暂停功能给关掉。另外还有把模拟时间改回来是3。我们再启动看一下效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是运动的障碍物。算法对小车前方的动态障碍物也是有比较好的避障功能。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讲解到这，谢谢。